啥？前面看到有东西啊。好好，那个点快站回来，快站！尼玛没人站吗？我们损失了那么多分数，现在也要弄回来一点。还要协助修理，啊，还能帮忙修车。哎呦妈呀，吓死我了，尸体撸一撸啊。那现在必须要护住中间这个地方，咱们这一把才能够赢。好了，在这蹲着就行。妈的，有点困了，我靠！哎，这个树打不掉吗？哎呦，有点吓人，躲一躲。但我们只要把这里守住啊，就能赢。这里反正没人，我先加入空战。什么防空车？防我的是吧？哎，我就是要干你。好，还拿一助攻，漂亮。下面那些都搞不到了，皮都太厚。你倒是能击中，但是没用啊，不伤血。他们到旁边来了。
不要怕，就是干。然后怎么又拿一助攻？看见没，哥简直是独领风骚。哎呦哎呦，老虎算了，老虎算了，老虎打不过。拖住这里就赢了。啊，飞机在哪里吧？啊，咱们自己的飞机。又有空战了。哎，这怎么一按就进来了？哎，他们已经被打到这里了，这有个什么用吗？就打他那个防空车那种才打得动，现在他这些东西皮都很厚的。啊啊啊啊！应该是咱们的轰炸机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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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。什么还有？啊，你不要逗我。那这把赢了呀！肯定赢了呀，好，赢了赢了。哎，来钱，好，我就喜欢钱。用这个吧。难道他要俯冲？他真要俯冲啊！好烦。哎，立马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们怎么没什么人嘛？看到一个，这射村外的，你射个啥？又来，把弹先丢了，万一命中了。好，开野马了。哎，他这个为什么非得给搞到晚上嘛？他们的那些全都被弄了，可以攻击机场。我们这边炸壁炸的真是好。哦，现在也要拦截一下他们这边的。哦，我觉得他完了，好多人都来扑他来了。这要赢了呀！我靠，这么狠。在哪里？妈的，我要报仇。这是不是死了吗？啊，死了。
刚才也是有玩家建议把这些小飞机取消掉啊，或者换点不是很小的。我靠，还有双野嘛，但是似乎没有其他不怎么小的了。这个等级很均匀吗？耶、yeah, 禽兽怎么出现了？居然这么大半夜就上来了。哦哦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不是禽兽啊，我看错了。啊，他要降落，我在他后面随时准备补位。哎，这！好！哎妈的，这个还能修好吗？飞机已严重受损，无法修复。好！哎我靠，一上来就逗逼了。我往这边飞啊！有问主播能看到我的字吗？能看到啊，你打的字不就在这儿吗？在我屏幕右边。哦，人好多，本来我想去偷一下的，这个估计偷不了吧。那就只有打群架了。好！哎，他人呢？啊，死了，死了。哎呦我靠，我一过来你就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耶，把他干着火了。哎呦，队友把他干死了。
哎，我靠，是在飞机就这样，还是我鼠标灵敏度不够？这推的好累呀、啊！妈的，那边那么多人，我不去，快被干死了！哎呀！哎！我靠！快把 AD 拿回来呀！哎呦我操！这么屌？死了。我觉得这边这个机场要保护一下。哎呀！哎，你个贱人！好好好好好，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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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再把他占回来？啊，死了死了，已经死了。哎呀，我刚才突然卡顿了一下。谁去站啊？好好，站回来站回来。但我们这个分数条子比他们少很多，那我只有冒死去站一会了。妈的，他们人那么多，怎么冒死去站啊？哎，伊尔，这个舔地狂魔。干船是不是也加分、啊？似乎是的。漂亮。拉格三，我有点怕呀，你厉不厉害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好疼。
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趁现在他们在两边，我往中间钻。只要稍微能把 B 点站一会儿就能赢。哈，赢了！稍微保持一会儿就好吧，现在只要干扰一下他们就行。妈的，现在我就是疯狗，就出来乱搅和啊，就对了。我只要在这旁边绕一绕，尽可能干扰你就够了。我还要再干扰你一下，哎，我们两个交叉占领，我看你干扰哪一个嘛。哎呀，没站得好，没站得好。啊，死了。但我们分数调的领先了已经。那现在只要守好这个点，只要不丢咱们就能赢。啊，也有观众打字让我去炸船。啊，也可以。剩下那个船跑哪儿去了？我去找。跟逆中弹打起来，你看不到弹道的。耶，这个区域好像没船了。这赢了呀！看起来挺屌，哎，怎么都叫喷火嘛？他现在战雷，你看他可以来看他这些东西啊，哎。哦，那这个等一会儿，哎，那上面那个绳子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等于说他是用钢索来拉，嗯。